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，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，来向他歌唱。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，我们是他造的，也是属于他，我们是他的民，也是他草场的羊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，当赞美进入他的院，当感谢他，称颂他的名，因为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存到永远，他的信实直到万代。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今天是复活节的早晨，我们当以欢心，我们当以感谢的心来到神的面前。现在请明耀弟兄来为我们带领今天早上的敬拜赞美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跟你左右的弟兄姐妹说，主已复活，你当欢喜快乐。
我从未信到相信的过程中，借着牧师的教导及读经，内心里面渴望更真实的认识耶稣，而我们的神也回应了我的祷告，让我知道我遇见了耶稣，他也把更深的渴慕放在我的心里，让我真的能和约伯的祷告一样说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如今亲眼见你。愿神将这样的渴慕，这样的渴望放在每位弟兄姐妹的心中。哪里会有爱无尽头？
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仍然存留我们的气息。在你复活的主日，我们敬拜赞美你，为的是纪念你对我们毫无保留的爱。我们感谢你，因你的爱，我们要快跑跟随，我们要快跑跟随你，让你在我们生命中掌权作王。我们感谢你，你已经战胜死亡，你复活，你复活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的弟兄姐妹要快跑跟随，让你成为我们一生的救主。谢谢你，愿让我们今天的敬拜将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。